如果一天24小时，那半个地球就是12小时。
舌头感受力的极致啊，我们在追求这个啦、啊。那、啊、人家不是呢，人家是平衡、很均衡的全人的发展。他们注重智力，但是也注重情感，也注重这种关系的那种强度。你想，一个小孩子如果这时候掉下去，然后他的那个爸妈把他救起来，本来吵架的都感情都变好了，对不对？来，这个是攀岩之道啊，那你看什么法师？他为什么用法师？为什么？因为他是高手，对不对？你第一次攀岩，你敢这样子爬吗？可能三公尺内你敢，再上去你就不敢。我也可能哦，一张照片，多重角度，来，我们打开我们的思维哈、哦，去理解一件事情，不会那么单纯，只有那么这么看。好，来，这张照片哈、哦，你注意看，它没有绳子。标题上面意思，一起高手。第二，他必定去训练很久，对不对？有专业的训练，他才敢这样子爬。或者，另外一种可能性，他这个只是室内摄影棚，有可能，有吧啊？或者，他这个照片切断了，其实他离地面只有一公尺，有没有可能？有可能啊、哦。我们再来思考，爬的这个人厉不厉害？厉害嘛，不用绳子嘛。请问拍这张照片的人更厉害，因为他有一手要拿着相机。我们在思考，有可能他不是相机拍的，他可能是那种记录器，有没有戴在头上的，或者是戴在耳朵旁边的，那个。类似行车记录器或者是拍照的，拍的有没有可能？有可能。我们在想，有没有可能是那种四轴的那种空拍机，飞到空中去拍高空的它？也有可能，也有可能所谓的摄影棚，很低的状况之下，从下面往上拍，有可能。有没有可能它是电脑模拟的？也有可能。所以我们现在在看媒体。我们现在在看社会的新闻，我们在看我们整个国际的情势，不要单纯的看一篇报道就下了判断说啊，这就是怎样，那就是怎样。每一封你看到的讯息、网页、新闻，或者是这个影片，它都是一个资讯，你都当作一个 data， 把它。收录起来，或者是把它记起来。当你有新的资讯跟这个雷同的时候，你可以拿来做比对，那你就知道哦，原来一件事情有很多不同的角度来看，光是立场就会不一样啊、哦，立场就会不一样。最近不是台海那个多国的战舰、军舰不是进来了吗？中国的立场是什么？美国的立场是什么？台湾人的立场是什么？台湾人蓝营的立场是什么？绿营的立场是什么？中间选民的立场是什么？哎，都不一样哎。我们讲统独好了，统跟独，统你要不要统？要不要？统不要。你在。说不要的时候，请问你预设的统的对象是谁 ？China 嘛，对不对？如果把这个对象换成 USA， 会不会意愿更大？对不对？所以台湾在讲统独的议题的时候，是媒体在讲的，知道吗？可是媒体在讲的统的对象。所预设的对象是谁 ？China 吗？好、哦，没有其他的选项了吗？好，来讲读。请问你从哪里读？你要从哪里读？这个我们那个有上初级班再来看的哈、哦。来，这个照片
这个照片，单纯看这个照片，我们知道哦，有一个人在爬攀岩。攀岩这件事情哈、哦，我阿妈一定会讲的。食饱先用力爬壁，体力先多，去爬壁，这叫做美国时间先多啊。高空弹跳也是啊，这种那个降落啊，哦，那个他跳伞啊。最近的一个新闻啊，一个阿嬤一百多岁了，也是跳伞。我们一百多岁敢去跳伞吗？哎、欸，人家外国的阿嬤为什么那么强？难道他们吃的是不老仙丹吗？为什么他们体能、勇气那么强？一百多岁呢？我们可能六十五岁，对退休之后一上去骨头就散掉了啊！人家一百多岁可以那么强。这个一样啦齁，跳的这个人很厉害吗？拍照的人是不是更厉害？他是翻过来的呢。这个也是，这个一滑下来有可能雪崩啊，啊你怎么办？你有求生能力、求生训练啊，你才有办法做这个活动啊。来画图，一过去咱拢画，哎呦。小朋友咧画图吼，拢安尼歪歪有无？啊，目睭安尼，大汤大汤，鼻啊大空安尼。哎，愈画愈像，愈画画较足水足水足水。哎，咱讲小朋友很好，即卖唔是安尼，即卖是平面要把它画出一个坑洞呢。平面的墙壁要画出一个人，这样好像冲出来这样子呢。一个角落要画出好像一个什么东西立体的在那边。现在的视野的角度不一样。这个是不同时代的这个艺术学派啦、哦、那不同时代的艺术学派，因为那个时候的人的思想成为那个时候的艺术学派的表现方式，所以那个时代、哦、比如说希腊化与马其顿艺术，就是那个时代的人，希腊有一个特别的人，一群人，他们的思想是这样子，他们对美的观点是怎么看的，怎么表现，怎么呈现的。马其顿是一个城市，那有一群人，他们对艺术的表现有不同的方式，所以他就会被归类成一派、哦、那有中世纪美学、拜占庭、啊、然后意大利文艺复兴、啊、等等，很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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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那这边有一个照相写实派，最近流行的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网络一些讯息啦，他是用铅笔把人画得非常的细致，很像照片这样子，可是他是用画的哦，他用 很多不同印度的铅笔，然后把那个像法师啊给他画出来，眼睛那种发亮的感觉都把他画出来，画得很像照片，这个就是照片照相写实派。那我们这么多的艺术学派、艺术历史，在我们的既定教育的体系当中，除了你读艺术系、美术系相关科系以外，你会学到这种东西吗？不会呢。也就是说，我们欣赏艺术、美术的教育或者是认知，是停留在我们天生，我们觉得说啊，什么东西好看，什么东西不好看，啊，就大概是这样子而已，没有进化了。我们在这个欣赏艺术的角度跟观点上，没有被教育说，哎，原来时代的演变有不同的观点了。这个大概有看过吧，感觉哈，有没有看过这一幅画？这都是后来创造出来的。孟克的一幅画，叫做《呐喊》。啊，这个《呐喊》哦，这个《呐喊》，你看这个《呐喊》的表情，你是怎么理解？惊讶吗？还是恐惧？还是惊奇？哦，你怎么？作者有作者的意思哦，你有你的意思啊，我有我的意思啊。所以在欣赏艺术品的角度的时候，会有不同的解读方式啊。哦，这个也是啊，星空啊，梵谷的，哦，那都是后来被人家创造的。你有这一幅，哦，这一幅原作，才有这个创作。同样的，
你有这个创作，它是来自于这一幅原作。所以所有的创作创新都有来自一个 根本的一个基础在上面。你说你创造了一个东西，你不可能凭空创造，一定有前面的一个原型啊，或者是你里面的一种理性理型的概念在里面，你才能创造。你不能凭空创造一个完全没有不存在在世界上的东西。有人说有啊，龙啊，龙就是凭空创造出来的啊。龙齁，如果严格来讲，要说它凭空创造，倒不如说它是一种组装出来的啦。它有鱼的鳞嘛，蛇的身嘛，那个鸟禽类的爪，鹿的脚，对不对？它大概就是有这样的形象组合而成的嘛。这个就是一个，这个谁知道吗？他有他本人嘛，他出来我们都不用讲什么，大概看过的人也大概都会有印象，大概都是马什么 的名字，有没有？那有人把他的照片直接拿来做彩色的一些刷新啊，或者是一些变化，他就变成一个新的创作。所以创作的 前面一定有一个东西是基础的、哦、这也是知道他是谁吗？很有名的照片、哦、这个呢，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个诶，他这跑到哪里去了？他是一个好像我记得好像是普普艺术啊，忘记了。普普艺术就是有一个人、哦、他特别喜欢把照片做一些改编，让你对于那个艺术品原来的创作有一种新的感受力。所以一个很成熟妩媚漂亮的女人蒙娜丽莎，把她改成可爱单纯清纯矮矮的小女孩，你就有一种新的感受。但是她一定要这个也是，如果她的长发把它拿掉呢，哎，你有新的感受。这个如果人改成动物呢，你有新的感受，你知道她原来是什么，但是你有新的感受，这叫做创作。好，他一定有一个原本的话嘛，有一个来源呢、啊。我说的是来源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讲的精神跟价值啊，人类必须问的问题、啊、：Who am I？ 第一个就是认定、认同，哦，身份的这种认同。Who am I？ 这个哈、哦，人从一出生就开始在认知这个世界，从这个世界认知到。什么是自己啊，对不对？你像小朋友他拿东西他就放在嘴试试看那个硬度，那个到底是什么，这种叫做口腔期。他在测试的时候他头弄到桌子，他知道桌子桌子不是他，桌子是一个有别于他本身以外的东西。他在接触外界之后慢慢的认识自己，当他有一天看到镜子的时候，他说哎，这个人是谁，他开始认识自己。所以我们所有的问题的核心要知道你是谁啊，根本的问题啊，啊，这也是台湾现在的问题啊。台湾的问题是什么？人家说你是什么人，台湾人说我是台湾人，然后人家说那你怎么证明你是台湾人？我们竟然无法提出证明。那你就遇到另外一个派别说，我是台湾人，我干嘛证明我是台湾人？我说我是就是啊。那你说你是就是，你不用证明，好，你不用证明你的身份，你在你家都 OK。可是你出来你家的时候，从你家出来之后，你到了社会，到了国际社会，你要做事情的时候，必须要有你的证明文件。你的证明文件在于 证明你的身份别，你从哪里来，你应该有什么样的待遇。那人家就会问啊，你是谁？你一定会碰到的嘛。你可以在你家说你是美国人，在你家说你是超人，在你家说你是英国人、中国人、日本人，都可以。你说你是什么人，言论自由都可以。可是你一出来的时候，你要办一只手机，不好意思，你身份证拿出来，你是什么人？你是中华民国国民，你是中华民国人，
你说你是台湾人，不好意思，你的证明文件只有这一张，这就是我们说的法律上的定义啦，法律上的定义。所以你要找你是什么人，你可以有很多的认同倾向都可以，你可以认同你是中国人，你的祖先来自中国，你可以认同你是日本人，你可以认同你是非洲人，因为所有人类都从非洲出来，你的爸爸是美国人，你妈妈是英国人，你可以认同你是英国人，你也认同你是美国人。如果你爸爸妈妈是来自于不同的国籍，可是你住在不，你不是你爸爸妈妈的母国，你是住在另外一个国家，你也可以认同那一个国家。认同是个人决定的，但是当你要证明你是什么的人，一定是拿法律文件的。这样理解哈？好，那 Who am I？ 你知道自己的认同、自己的认定是什么 ？What am I？ 我是什么回了？然后 ，Where do I come from？ 我对的未来，来源，你的根，你的来源从哪里来？哦 ，Where am I？ 我今麦伫倒位？再来 ，Where am I going？ 我要去倒位？这都关乎于时间呐，关乎于时间。哦，现在的世界好吗？现在社会情况好吗？这个世界跟这个社会需要改变吗？我们有没有能力改变？有没有？如果这个世界好，还需要改变吗？当然不好啊，我们当然觉得需要改变了、啊。有没有能力改变？有没有？有啦，因为这个世界不好，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不好，那我们里面有一个好的状态比较，我们才知道不好嘛。比如说我们跟过去比较，哎、欸。以前垃圾没那么多，啊，现在垃圾变多了，我们觉得垃圾不好，哦，那我们就一个好的比较，觉得说，哎、欸，不好，好变成不好是人类改变的，人类的能力改变，那不好再把它变成好，同样也是靠我们的能力去改变的，但问题也都不在这里，问题在于你不是在于你有没有能力，不是在于你能不能判断，而是在于你要不要啦，要不要改变，台湾人要不要改变现状？还是维持这种奇怪的现状？问台湾人是什么人？有人说我是台湾人，有人说我是中国人，有人说我是中国人也是台湾人，有人说我是日本人，有人说我是日本人也是台湾人，有人说我是日本人也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，到底你是什么人？有人说给我饭吃的，我当什么人都不重要。有人在说吗？给我饭吃就好了，我当什么人都不重要。对，如果狗会说话，他应该也会这样子说啦。哦，来，西方文明史这一块哈、哦，是咱是咱较欠缺的部分啊。西方文明史哦，你呐，这个整个历史不同的时代哈、哦，不同的时间轴，不同的历史脉络，你看上方哈、哦，这边你用现在的角度看，它是国家啦。但是你要把它当成地区来看，啊，用地区来看，因为现在的国家是现代才产生的，以前没有，啊，以前没有，以前的国是这种国啊，这种国什么法兰克王国啦，啊，这种啊什么玛雅文明国啦，这种什么王朝的，这种他们称为国，以前的国跟现在的国不太一样哦，啊，不太一样。我们从欧洲开始看，欧洲地中海有一群腓尼基人，他们开始使用文字，从开始有文字记录，我们称为历史。那文字记录以前称为史前史，文字记录称为历史的这个定义是历史定义的其中一种定义，听得懂啊？说从文字开始称为历史，这个是一种历史的定义，但是。这是历史定义中那么多定义当中的一种定义，哦，史前史也是历史了。好，那你注意看啊，腓尼基人他在地中海这个地区，哦，啊，哪一族，然后控制地中海的贸易，他们的腓尼基字母与希伯来字母、希腊字母、拉丁字母同源，同源就是有一个原来的共通的一个。母语群啊，或者是母文字群啊，
希腊字母到现在我们还在用，而且用到我们已经浑然不知所觉，原来那个叫做希腊字母，你知道吗？知道齁？你有在用吗？有没有？有吧？数学所有的符号大部分都是希腊字母，甚至我们现在的手机的容量 gigabyte giga mega， 甚至我们现在的硬碟 tera， 那个都是希腊字母。我们去那个手机行，然后买要买手机啊，人家问你要买几 G， 那个 G 就是 giga 的那个第一个字母，字音啊，欸，所以这个东西我们都已经用得非常习惯了，可是我们浑然不知所觉，我们在使用他们的字，对不对？这就是全球化带来的影响。那为什么 mega 是百万嘛，哦， giga 千万嘛，欸，giga 是百万的一千倍咧，然后 tera 又 更高啊。那你如果要一个700 mega 的，哦，700百万的，那你会直接跟他讲中文吗？不会吧，人家要你容量多少你就简单称16 G 就好了，哦，32 G 你不会讲中文，不会用中文，我要在那边换算说我现在要什么16千万的那个什么 硬碟什么的，不会这样讲嘛。我们的数字是什么数字？阿拉伯数字呢？我们用的很习惯啊，后来我查一查才知道，原来那也不是阿拉伯人的，那是印度人发明的，是阿拉伯把它发扬光大，后来的人称它为阿拉伯数字啊。来，其实这一群人他就是海盗啊。为什么叫海盗？因为航海时代，船上的物资有限，能够保存的时间有限。那我到当地的时候，要么用交换的，如果交换不到用抢的，所以有一群人坐船来到我们这边，把我们东西抢走了，那就称为海盗。到希腊时代，欸，希腊也有用字母嘛，然后他们开始有一些古希腊联邦。什么叫联邦？希腊就是一个半岛啦，半岛的地方。他们开始，什么叫联邦？以前的部落时代啦，我们换成台湾来讲好了。桃园如果是一个大部落，有一个部落的头目，台北有一个头目，新竹有一个头目，哦，然后苗栗一个头目，台北、桃园、新竹、苗栗，哦，北桃竹苗四大头目共组成一个大联邦，推桃园头目当那个王或者是当皇帝，以前就是这个概念，联邦就是这个概念，哦，那如果桃园头目的人，桃园人跑到新竹被杀掉了，他的头目就出来跟那个新竹的头目对谈，为什么你杀了我的人？然后他就说啊，因为你侵犯了我们的什么领地，那要怎么赔偿什么？以前的时代是大概是这样子进行的了哈。希腊为什么很重要？因为它出现了这些概念的东西啊，哦，民主、宗教、哲学、剧场、诗歌、科学、工艺等等，它有这些东西啊。3000年前有这种东西，台湾3000年前有什么东西？我们有这种东西吗？没有啊。人家开始动脑了，哦，我们直立人开始大脑发展之后开始动脑去思考 Who am I? Where am I? Where am I? 不只是问说我现在的 position 在哪里呢？我现在位置在哪里呢？我现在问的是我周遭的东西是什么东西。所以植物神农氏尝百草，没有尝出生物，没有尝出那个植物学啊。啊，人家去研究植物就研究出植物学啊，研究出矿物。中国炼丹术炼想要炼长生不老药，并没有发展出化学啦，或者是那些矿物的那些地质学，没有。可是人家这样子研究研究就产生出那个 logic。 这个是那个希腊的建筑形式啦，你看它有这个嘛，
科学、工艺，有宗教、剧场、哲学等等，这些东西会反映在他们的建筑物里面。他们的神、他们的信仰、他们的哲学、他们的美学、他们的工艺、数学那一类，就会发展在他们的建筑里面。所以这个廊道在文艺复兴时代有产生出所谓的复古的学习，有那个所谓的黄金比例的绘图法，那黄金比例的绘图法也大概是从自然当中去观察到的，有一组比例，叫做斐波那契数列，它前一个数字跟后一个数字相加等于是后一个数字，所以它就是一一二三五八十三，就是每一个后面的数字都前面两个数字相加，一直往后延伸，然后那个后面那个数字除以前面那个数字，刚好会接近于圆周率，那个称为黄金比例，就一点六多少这样子。那建筑大概就是用这种形式去表现出来的。这个是法国的巴黎凯旋门上方啊，法国最近很不平静哦，那个圣母院烧掉了哦。为什么圣母院烧掉？因为它烧掉的那个部分都是木头的，木头可以撑几百年，很厉害的。可是它前面那一段是那个石头做的啦，啊，后面那个是木头的。这个巴黎哦，整个城市的风貌都差不多，就是大概是那个希腊时代、罗马时代的那种建筑形式。这是凡尔赛宫，人家皇宫，那边做博物馆，这个我给你看，哦，那博物馆啊，啊，那边有很多艺术品。所以法国圣母院烧掉哈，很可惜的是，它很多东西那个艺术品被烧掉了。贵重的东西是那个，倒不是建筑物也很贵重，但是建筑物可以重建，艺术品烧掉就没了。好，这是这间啦，小李，这是这间啦，这间的后边面啦，哦，后边面啦。啊，这内底有玻璃呢，玻璃冻两百冬，你也知道玻璃是流体的啦。你像我一点点吼，伊是流体的，我再玻璃，你做久吼，你也会画一个横线吼。啊，若工作久吼，伊就歪去，因为伊是随着重力嘛，把它刮了，伊是流体的。哦，啊，再玻璃无那么变。希腊哲学，这都有足侪人啊，但是这上界有名就是三个人，哦，因为咧追求智慧跟真理。在那个时代最有智慧，所以呢，苏格拉底呢有一种方法叫做反问法，反，你用中文翻译叫反解法，用反问法，用他不知道，他一无所知啊，他用什么？他只知道一无所知，他能给你老师呢？你老师当然一无所知，我看没那没那给你耳鸣的，你是老师呢？一脸懵的，你知道什么叫正义？我当然知道，哎，别人我当然知道什么叫正义啊。他请问什么叫正义？还有公举批，还有干嘛呢？那除了这个之外，还有其他要说的吗？有没有？那你对正义有完全透彻的了解吗？明白清晰的了解吗？他说没有。那你怎么知道你真的了解正义呢？还有通过那种对话的方式，哦，质问的方式，然后慢慢去寻找知识。你的对话是什么？他做苏联哦，苏格拉底哦，他是被判死刑的哦，被判死刑的，他是被民主公投判死刑的。那个时候的公投说啊，要不要让他死？啊，大家同意，他就死，就去判死。他也没有做什么坏事哦，啊。柏拉图唯一好的是知识，唯一的恶是无知，唯一的好是知识，但唯一的好就是哈，因为应该说是善啊，善跟恶的对比啊。唯一的善是知识，唯一的恶是无知。哦，教育的目的在让你每一个人具备做自己应该做的事的意愿。台湾教育的目的是让每一个人具备可以公职考试，
住那个公家单位的动力这样子。啊，这个也是说的啊，真正的朋友是异土同心，就是你是不同的个体，但是你们有同样的心智，追求共同的价值。所以走你的路吧，不必理会别人怎么说。有时候人，有时候人在做一件事情，拦阻你或者是反对你的人，都通常来自于你身边的人。接下来罗马帝国，希腊帝国，希腊时代他们追求的是知识，追求的是真理，就是在思想上的进步。那到这个罗马时代，他就是追求人与人的关系，啊，追求伦理的这一块。总概括，我们大概称它为1500年，但是它是不同的时代，哦，它是不同的时代。但是为什么会称它为罗马帝国1500年？好像还有古罗马，还有所谓的神圣罗马、卡里曼什么等等的东西罗马，就是因为不同时代也应该开始有不同的区分了。但是大概就总称来它为1500年。但是现在的意大利不会说我是罗马帝国了。意大利有一个城市叫罗马，但是他不会说他是罗马帝国。啊，但是中国会说他是中国有1000年历史。啊，其实历史上记载中国的这个名称，大概就是1912年开始才产生中华民国，中华啊之后的1949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。以前大清帝国他不会称他是中国，他称他是清啊。Emperor 罗马皇帝，这个皇帝呢，皇帝意思就是讲哦，伊下面有很多国王，众王之中推一个称为皇帝，哦，所以以前的我们从中国历史来理解哈，哦，那个唐太宗，哦，什么元太祖，他如果打遍了江山，他就分封为王，把他的部属、他的儿子那些都分封为王。所以王之上还有皇啊，哦，王之上还有皇。那 Emperor 这个名称目前只剩下日本天皇在用，全世界哦只剩下日本天皇在用。哦， Emperor 的上面为呢，一个帝国，一个管理帝国拥有主权，最高权力者啦，会拥有主权最高权力者就是皇帝。啊，这个稍微记一下啊，这四个象限哦，法律、政治、文化、宗教，这四个象限哦，会有一个我们接下来的东西会有一个从这个四个角度去看的东西啊，法律、政治、文化、宗教，这是相牵扯的。如果它彼此冲突的时候会产生破坏，哦，彼此冲突的时候就会产生破坏。我们开始了，尼禄皇帝，这是罗马时代的皇帝，出生于37年到。这是西元的，在基督教还没变国教之前，罗马帝国它不是用公元纪年，不是用西元纪年，它是用那个希腊纪年，希腊奥林匹亚纪年，所以不一样啊。啊，这是我们后来我们现代去称它，哇，它出生于西元37年68年，大概过了31年，31岁。那你这个皇帝为什么他很有名？人家说他是一个暴君或是一个恶魔，因为他很喜欢犯火烧东西，所以呢后来有个软体用他的名字，用他的名字当这个软体的名称，烧入软体，然后用他的名字啊，很有趣哦，有这个 logo， 这个大概知道就是一把火嘛，啊，这个是什么，这是罗马竞技场啊，我们知道说，哎，罗马，那尼禄就跟罗马有关系，但是呢，史实上他没有烧到这一天呢，啊，他不是到68年就死了吗？啊，他火烧罗马城嘛，那时候的人烧掉，抓到哦，犯罪的人，违反罗马帝国律法的人哦，犯罪了抓起来，有一个死刑的方式叫火刑，这是抓起来绑在。那个杆子上面烧掉了，那叫火刑，哦，或者是刺马分尸，那中国比较残忍，多一马，多这里，有没有？他开工的时候是西元70年，
所以他死了，烧不到这一天。但是尼禄皇帝有烧那个罗马城的那个记录了。那你要想哦，在2000年前没有电灯的时代，全世界的地球如果是东半球、西半球全黑的状态之下，皇宫只有他们家是亮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把死刑犯拿来当火把，所以就是亮的。他每天都晚上都是那种 BBQ 的一个晚会，那些肉是人肉，就是拿死刑犯来当火把。哦，那这个就是罗马竞技场。罗马竞技场现在就长这样，因为已经毁坏了。它好几层，它现在所有的体育场大概都是依这种形式去盖的。那这一幅图啊，讲述了一件事情。你看这边一根一根的，这边有火，这边有烟，有没有？那你看比较近的时候，你就知道，哎，这种形象，这种图像很熟悉，就是那个耶稣钉十字架的那种形象。所以钉十字架也是罗马帝国的一种那种刑法，一种判刑的方式。啊，这群人跪在这边干什么？这群人就是在罗马时代，罗马时代他是统治现在的以色列，以前称为犹太国、犹大国这个国家，他把它当殖民地，所以罗马时代派了一个总督，然后管理他的殖民地。啊，管理殖民地就是设最高的管理单位，称为总督，所以殖民地就有总督。那台湾过去有一个叫做总督府，所以日本派了18位的总督来台湾治理，最高单位，殖民地最高单位的首长就是总督。那总督呢，殖民地到最后呢，二战之后有殖民地都独立了，总督就变什么？总理，总督就变总理。所以加拿大是选总理，不是选总统。澳洲选总理，不是选总统。那这个就是有一个类似殖民地的概念从这边出来。好，重点来了，罗马时代哈。罗马时代，罗马时代的皇帝，他们有一种习惯，天授人权，君权神授，就是说皇帝的权力来自于上天所受命的，所以呢，他拥有管理人民百姓的权力，所以呢，他自己当成是神或者是神的儿子，到处刻像。刻他的自己的像，在罗马城市里面大街小巷放着，要让人崇拜、敬礼、跪拜，称为皇帝崇拜的一个习俗了，就是在罗马时代，那个是早期的时候。然后呢，如果你不拜这个皇帝的像，视为违反法律，违反法律，那你就要抓起来。抓起来处死刑。问题来了，在罗马时代啊，有一个人叫做耶稣，他说神在天上，在到处各地都有，神也住在你的心里，神不是一个像，所以呢，信耶稣的得永生嘛。你常常在电信上看到嘛，信耶稣得永生。那信耶稣得永生之后，有一群人，他就倡导那个上帝是爱的，不只是爱犹太人哦，他是爱每一个上帝所创造的人，每个人都是上帝创造，哪有什么爱犹太人？上帝是爱每一个人。那现在有一群人就相信他这一套，那相信这个之后呢，信耶稣的人得永生了啊，就不怕死了啊，所以。信耶稣不能去拜，你要知道基督教或者是犹太教或者是回教，他是不拜人雕刻的像，原来认为那个不是神。这群人就是不拜皇帝的像啊，
因为那个违反他们的信仰、宗教跟法律是不冲突的。那冲突了，宗教跟法律，请问谁的力量比较强？法律吗？所以亮起来啊，亮起来，处死刑。那处死刑，如果你想抵抗的话，你给他定十字架，还是说把你烧火烧？你也咱也火烧了，什么意思？这上面有很多皇宫贵族，有很多武士的家属，武士本身或者是军人，在上面看，他们把死刑这件事情当成一场秀在看，然后是真刀真枪的，所以一个死刑犯跟他派出的格斗士，如果死刑犯打赢了，他就自由身，他就除罪了；如果没有，他就被处死，刚好而已嘛。只是把这些过程拖长一点，变成一种戏嘛。所以南京罗马竞技场也是，你马上说啊，这是一个表演场地啊，这是一个刑场。哎，因为怎样？因为格斗士如果把那个罪犯、小偷啦，或者是一些犯罪的人哦，杀死了，那个血喷出来了，哇，那个看得很刺激啊。啊，军人。他要上战场了，他常常看那个啊，他喷出来很刺激，很刺激。他对那种人的那种生命就没有什么怜悯的那种心的，所以他就去战场的时候杀了敌人，我砍下去血喷出来，他也没什么感觉。这是一种，也是一个训练的。那为什么罗马兵那么强？平常有在看血腥暴力的东西，他们当然很强。杀别人就像杀动物一样。重点来了。信耶稣的人，这群人，啊，反正我都要死了啊，我是说赶快可以上天堂看上帝啊，我又不怕死，对不对？我又不怕死啊，所以就抓来，啊，抓来，他又不抵抗，奇怪，杜瑞迪他又不抵抗，啊，我很好，不刺激，真的，你看，听到尖叫声，啊，结果都不刺激，结果他们就想说啊，不然我们那个让狮子饿了三天，然后放出来养，哦，狮子在追赶，至少人有恐惧嘛。有这种画面做出来，那重点来了，希腊时代追求真理跟智慧，罗马时代追求人的关系伦理，他是追求伦理。到了基督教开始发展的时候，有一群这种基督徒信耶稣的人，爱得要去死，而且发现耶稣了，我得免惊死，因为我得到永生了，我灵魂得了，我免惊死，世上的这种身体。只是暂时的，我死到要紧。这是问题来啊！信耶稣教何随信呢？上盖好的经验就是信耶稣教吼，秉持在底下吊死，他的思想都是干净的、洁净的，所以他可以上天堂。要不然就是信耶稣教地震，那个地裂开了，然后把他夹死，或是出去马上被车撞死，这种是最好的，因为他马上可以上天堂，灵魂是干净的。可是如果你信耶稣之后还活着很久，你就有犯罪的可能。啊，那要怎么解决？你就要救赎，所以你要用你的那个行为来证明你是基督徒，证明你是信耶稣、信上帝的。所以呢，这群人就开始有两个使命：第一个，跟人家说，哎，你要信耶稣啊，因为你的灵魂会得救；第二个，要去帮助社会改造，看到不公义的。看到欺负老百姓的，看到那些制度在压榨劳工，那个奴隶的不公义的，要把它改变，让社会更和谐，让社会的人得到更多的自由。哦，更多的自由你 free 呢？好像写 liberty 一点啊，自由，更多的自由，然后他才能知道人的那个生存的本来的价值、目的、意义。所以你的这些，你进去基督徒就做了这件事情，只是呢，一样破坏嘛，破坏了313年，也就是313年。你看现在很多基督教，他们教堂盖得很大间呐，可是很人很少，或者是那个聚会有很多人，到处都有很多光明正大的宗教啊，就是聚会。甚至现在有一个人家说紫衣教的，有没有？哦，一群人跪在路边，然后那个主教过的时候，他们就感恩赞叹的那一圈，这种都是宗教自由了。
可是在这个时候这个时间点以前没有宗教自由，你只要信非罗马帝国与合法的宗教，你就是违反法律，你得要两看台。所以313年之前的基督教，它是躲在地底下，躲在山洞，躲在野外，在做他们的聚会活动。只是一直到313年，君士坦丁你妈妈，君士坦丁皇帝嘛，你妈妈，那个是从底层一直往上传这个基督教，传到他妈妈里信的基督教，从小就教育他。就君士坦丁那基督教的价值是什么？他的思想是什么？到君士坦丁大帝，他用的米兰那个诏书，让这个基督教成为合法的。基督教最高元首怎么样？教宗啊，好、哦，比教义来的比教宗，耶稣。那问题来了，耶稣升天了呢？还没吗？还有代言人啊，他的教宗，他教宗是后来体制化之后才产生的，所以他们追认耶稣的大弟子彼得是第一任的教宗，他们追认。所以你现在如果去那个罗马市里面有一个国家叫做梵蒂冈哦，那个国家里面的圣的那个他们称为圣殿或者是礼拜堂那个大教堂啊，他就称为圣彼得大教堂，因为彼得是耶稣的第一大弟子，圣彼得大教堂。啊，一进去就看到那一幅那个大门，一进去就看到一幅很高的图像，圣彼得，那个罗马很有名的那个马赛克拼贴，它是用石头一个一个小碎片拼出来的一幅图画，看起来像油画，但是它是用石头拼起来，啊。来，我们稍微跳一下了啊、哦。Frankish 法兰克人啊、哦、，Frankish 法兰克是北方的民族哦，所谓的法国啦，哦，法国法兰克北方的民族啊，罗马帝国在这里啊，在这个地中海沿岸，这个北方的民族呢，在 Frankish territory 就是法兰克人的。领土，这个生命社是在481年的时候，他的生命社领土。后来他开始往下，我是罗马人，就觉得是你是侵略啊。可是那个法兰克人，他觉得是我是扩张啊，一样的事情嘛、啊，对不对？同一件事情。中国人他说，别人打他的时候是侵略。可是他打别人的时候，他说他是反扩张，对不对？啊、哦，中国历史是蛮奇怪的，我觉得啦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统的觉得。当大明帝国败退的时候，大清帝国上来了，对不对？郑成功喊了一句口号叫做“反清复明”，对不对？就是反对大清帝国。他要恢复大明帝国吗？所以骂满清的人是鞑子嘛，对不对？没多久就没事了、啊，他把鞑子，中国人把鞑子打满人当自己人。后来到了1912年，奇怪，你的组织变成要迂腐，要把它推翻掉了，就要驱除鞑虏。你本来已经接受人家，然后你现在不爽了，你现在驱逐鞑虏，恢复中华，对不对？什么人抬你的时候，啊，你就说那是那个败的，假的。啊，结果你用统治了，我感觉那是我的祖先，那是我的那个政府，那是我的朝廷，奇怪，哎，完全不一样，哦。到了8世纪，313年基督教变国教、哦、所以这个历史一直在演进哦。到了第8世纪，神圣罗马帝国的时代，查理曼在罗马礼拜的时候被教皇加冕为罗马人的皇帝。皇帝是被教皇加冕的，
啊，请问教皇比较大，皇帝比较大？教皇比较大。所以刚刚的法律，政治是通过法律压迫宗教，对不对？他现在宗教合法化了，已经符合法律了，他势力大到可以控制中政治跟法律，这是反过来的。台湾有没有这种现象？有没有？每一个政治人物，他想要选总统的，想要选市长的，只要我是什么光庙的，邀请你要不要来？我们现在要巡回，我们的教子要巡回了哦，你要不要来？然后我要去，我要去，我要站在最前面，最近。妈祖不是很喜欢托梦，每个人想要选的时候都说，妈祖回来给我托梦。阿兰德在搞笑话嘛？在干嘛？搞迄个白干嘛？讲哎呀，你怎么搞托梦？无呢？伊家己有白讲的，你过来骂嘛？我一骂你骂什么骂西骂嘛？吼、哦，阿兰伊妈朋友讲，你搞托梦，我都无托梦，我太好白讲。有一个讲，有一个台北来讲，妈祖你太好无阿托梦，妈祖甲讲，你拢无困，我免来托梦，反正吼。佛梦说的是诉诸宗教势力的，对不对？他为什么那么憨？因为信徒多嘛。信徒多的意义是什么？选票多嘛。所以政治误台湾啊，政治误台湾。所以宗教跟政治有没有影响？一定有影响的啊，怎么会没影响？啊，政治又跟法律啊，圣母院大火。会不会影响台湾？你觉得没有影响，对不对？很远，对不对？圣母院大火怎么跟台湾有影响？前天我看到一个新闻，某一个大公庙，他说我们要慎重考虑，因为圣母院大火的关系，我们开始慎重考虑是否要废止烧纸钱，怕烧掉我们这个古迹呀、啊！这是好现象哎，有没有影响？有影响哎！你看，远远的法国的圣母院大火，竟然可以影响到台湾的公庙，在思考说要不要继续烧香烧钱。我觉得是好现象，开始大家有宗教改革的倾向了，很好，哦，很好。来，查理曼帝国之后还有三个帝国，有加洛林王朝。萨克森王朝，因为人一改变之后，思想就改变了，然后到1618年的时候，神圣罗马帝国境内有390个公国、侯国等等，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？这个就是这个啦，就是有好几个，这边有写嘛 ，Kingdom of France， 法兰克王国嘛，法兰斯帝国嘛。那大概就是一个图块，就是一个侯国。什么叫侯国呢？这个很重要。贵族，宗教贵族领地，就是我是主教，我是教皇，我有自己的私人领土。我私人领土说上面有住的人民百姓，那个都算我的资产。那这些人民百姓所产生的东西，就是属于我的东西，他们可以做交易买卖。那这些都是我的个人财产。现在问题来了，为什么会有产生这个宗教改革？因为你为什么有 新教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基督教，天主教就是我们所谓的之前的旧的教，天主教皇帝的名字，天主教产生皇帝了呢？为什么现在不叫教皇，叫教宗？以前叫教皇，因为他是皇帝，他权力很大，大到可以控制整个帝国，当然帝国那就很高了。而现在我们看，我们反过来现在来看，梵蒂冈很小，对不对？它是一个独立的国家，可是它没有加入联合国。那你说加入联合国重不重要？对他来说重不重要？不重要啊，因为梵蒂冈在罗马市里面，罗马属于意大利，意大利保护它嘛。因为你要打到梵蒂冈，你要先打那个
意大利嘛。问题又来了，你打梵蒂冈，你知道你会得罪多少国家吗？那些所有天主教的国家你都得罪光了，天主教朋友、基督教的国家你也都得罪光了，就等于整个西方世界你都得罪光了，所以你不可能打梵蒂冈。那既然不可能打梵蒂冈，他加入联合国跟没有加入联合国有意义吗？完全没有意义。台湾有另外一个出路吗？台湾现在是受美日保护，对不对？将来我们请那个联合国设站，设联合国总部设在台湾，可不可以？设试试看，给他设在台湾，看谁敢打台湾。我们不用诉诸武力的，但是我们要诉诸借用别人的武力，啊、哦，借用别人的武力。我这是突发奇想啊，这是法理论述啊，啊、哦，这是突发奇想。那来，这个引发三十年战争呢，很重要的一件事情，就是战完之后，他们签了一个啊、哦、维斯特法利亚合约。这个维斯特法利亚合约重点在哪里？就是整个大罗马帝国的诸侯可以享有自主权了，然后他们可以各自为政，他们可以自己选择要选择整个国家是要信天主教，或者是整个国家要信基督教。所以现在法国、意大利，然后荷兰、英国，英国有英国国教啊、哦。然后为什么他们有不同的国家的立场会不一样？就是因为这等一下我们还会讲到，就是因为这件事情。那享有自主权，皇权被削弱，到最后皇帝就没有什么意义了。皇权被削弱的意思，享有自主权是什么？就是那个沙本体啊。就是那个主权啊，那个这个诸侯，这个骑士，他拥有的领地，所有那个领地，包含领地的权利，都是属于那个诸侯，都属于那个诸侯财产，个人财产。所以皇帝拥有他旗下的领土、人民、百姓，所有地上物都是属于皇帝的财产的概念，就是从这个地方来的，就是那个主权。沙文体一样不加来，所以我跟你说，什么的法源都有它的依据，都有它的历史的根据，从这边来。十八世纪波兰王位继承战争、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和七年战争等等内战，整个帝国形成三百多个独立大小邦国，各自为王。我是骑士，我也是一个邦国。啊，为什么会这样打来打去？到最后要整合，为什么会打来打去？因为我各自为政，我有军力啊，我就可以打。那你再跟我联合再打，合纵联合纵策现政策的理解时代，差不多已经战国时代了。来，英法和三强鼎立，最后谁赢？英呢、啊？要不然我们现在国际语言为什么是英语？对不对？英嘛，英成为最大的赢家嘛。啊，英，因为某一次的战争叫做美国独立战争，英就下去了嘛，美就上来了，美继承了英所有的东西哦，没有继承殖民地，但是他打下的那些英语世界啊，英语强权的那个概念在全世界各地运作，美国。获得了最大的这个胜利，因为已经政教合一了，所以才有后来的宗教的。我现在再回到早一点的奥古斯丁，他说哈、哦，自然法呢，它是存在于万物之中永恒的法则。自然法就是自然的秩序，哦 ，nature of order。这个自然的秩序来自于上帝无限智慧，内在于上帝一切造物。也就是说，上帝所创造的整个宇宙啦，这是这个奥古斯丁，因为他也是信仰基督教的哈。他的信仰认知认为，整个自然界一定有一个创造自然界者，这个创造自然界者称为上帝。这个上帝他有他的智慧，
他有他的逻辑，他有他的规则、法则、经验等等，在他的上帝里面，他所创造的一切的东西都可以找到那个原则。所以从数学当中去找到一个，我刚刚说的北坡纳基数列，很有趣哦。为什么说四片幸运草？因为学从来都找不到四叶的啦，也就是一、二、三、五、八，植物线就是这样子发展，一、二、三、五、八，这样子发展上去的。哦，你看那个凤梨有没有？凤梨那个一圈呢，每一圈都是上下面上面两层，这样加的。所以他就说，哎，这个世界有点东西叫自然法。到了中世纪的时候，这个圣托马斯阿奎那他就说了，哎，这个自然法跟我们的法律是有关系的，我们法律是建立在一种规则上面。好，为什么会有规则？为什么会各从其类？为什么牛跟狮子不能交配，生出一种叫做牛狮？因为它有它的规则。我现在的科技不是 DNA 也找到一些我们人类的 DNA 的规则吗？动物有动物的规则。啊，所以中国最近不是想要把艾滋抵抗艾滋病的 DNA 移植到猴子身上，然后最近中国也复制羊出来，也把羊做 DNA 复制。中国现在在玩这个，哦，好，啊，他在谈呐，托马斯在谈什么叫自然法，人类有没有共通普遍的自然法，自然法能不能够被改变，在人的心灵中会不会消失，他在讨论这个。自然法，他说，自然法主义者坚信统治者和主权人民之上、全体人类之上，还有更高的法律称为自然法。这个自然法是西方社会制度的基石，也是文明的根源。哦，大宪章、独立宣言、权利法案、美国宪法都有这种自然法的概念。1969年，约翰·洛克把这个融入了他的体系。哦，这有关于政府的两篇这个论文的哈，哦。然后他有提到。政府应该是什么样的政府？他应该有什么样的权利？他的权利能要是否该被限制？他能不能超越哪一些界限，或者是不能逾越哪一些界限？这是政府正在讲的。文艺复兴14世纪跟17世纪的文化运动，哦，然后开始，你看这些人。其实都依循的那个规则在发展。你要说多达文西，他在寻找人体当中的一种自然秩序，他是不是有一些数学规律？我们会找这个吗？我们不会啊。我们的数学只应用在于买东西加减乘加减而已啊。我们不会去寻找万物的规律，这就是我刚刚在讲的威尔爱。我自己本身有没有自然界的一些法则、数学在我身体里面啊？地理大发现，你要知道哈，刚刚那390个皇权、诸侯等等，他们自己拥有自己的土地，他们那时候认为欧洲以外没有人，可是他到外面发觉有新的土地，就占领起来，占领起来之后就变成殖民地。所以以外的殖民地，请问要怎么规范？你占了你的殖民地，我占了我的殖民地，怎么规范？所以后来就有新的法律出现。啊，那这是那时候开始发现，整个欧洲才是世界的中心呢。后来发现，哎，怎么往下跑都有土地啊，往外跑都有土地啊。你看，他这个有十字架有没有？他们出船，你就大概知道这个是什么国家来的。哦，什么国家？它是那个是卡拉维尔帆船，葡萄牙语。西班牙的时代，西班牙就跟台湾有关系的。台湾很早就要上国际舞台了，就跟世界在做贸易、做生意了。只是这段历史，中国国民党不会教，他就说你是台湾人，你的祖先也是台湾人，这不会教啦。西班牙占基隆北台湾的时候，这是土地图啊。西班牙里面有一句叫做 San Diego， San Diego 这个名称
世界各地都有啦。这个沈蝶哦，这个鱼都有啦。沈蝶哦呢，你看五八颗卢比亚，就表示说这个西班牙的军队船都到开国到那里殖民过了哈、哦，美国也有。结果我们台湾的三貂角，它就是沈蝶哦，沈蝶哦，沈蝶哦，啊。三貂角它上面是三貂角，三第一个三貂角，是吧？好，这不是我跟你学不学啦，这是有文献的哈。你看这哈，这是150年前的宣教士哈，他带来给台湾人民做基本的教育的一个罗马文字。这个罗马文字他写的是台语哈，那他这边有写，注意看哦，念给大家听啊，来。西班牙人来传天主教，那我们就知道西班牙在这个巴利亚那个合约之后，西班牙他选择了信天主教，所以他派了船来到这里。西班牙人来传天主教，比马尼拉就是马尼拉，西班牙的政府听令荷兰来占台湾南部，那就是荷兰占领台湾南部，哦。就计一计划要来占台湾，主后主后主后就是西元的意思啦。主后1626年，西班牙的远征队就是远征队到台湾的东海岸东海岸东边哦，哦，东海岸那测量那什么？测量上面会就是测量那个海，那个画那个地图啦。也就是说，这一段记录的。我们台湾的东海岸的地图是这个时间点画出来的，在这个时间点之前，东海岸没有航海图，也就是一片空白哦，哦，就是一片空白哦。那再往下，那去留那九百五月十一日到东北部海岸的圣地亚哥，后来叫做三条港，过去是基隆，基隆呢，就是基隆呢。这机量呢？到十六日就举行台湾的将领式占领仪式啊！连占领都要主，就要有一个仪式，把它跟到我们宣称占领。哦，将领式哦，西班牙人将台湾有起炮台，后来移刷去台天主教堂，就是他们教堂旁边是放炮台。随时有人在来妨碍他们的聚会，他们就用炮打他了。好，三貂角的灯塔是日本时代盖的，因为很多暗礁。在1642年，荷兰人到基隆打西班牙，荷兰去打西班牙，哦，啊，是干嘛？两边看牙医，两边的就近的意思啦。两边要来，两边各单位，快马两边，快马两边有没有？一直打，快马两边啊！对，等于是各单位啊。哦，各位哦，哦，天主教的势力也到加速，哦，就是北部的天主教势力就结束了。啊、荷兰就是什么？基督教。啊，基督教新教很注重一件事情，翻译圣经。所以荷兰时代跟南部的希腊雅族有教他们罗马拼音，有翻译的圣经，成为那个希腊雅族的圣经，有这段历史。好，工业革命开始，人类从自然世界开始去取那些能源。而且那些动力可以产生的东西，工业革命啊，文艺复兴啊，制造出华丽的东西。我们没有经过那一段的那个历史的淬炼，我们的如果你不穿的人全部有，啊，咱没穿起的那黄金呢，好不？啊，咱那黄金呢，就是天然钢火，啊，就是安尼。来，第一台汽车。他都依据沿用了过去的一些基本力学的东西，机械学的东西。
第一台汽车是后驱的，沿进两边，而且那沿进两边，你要看，不是啊，因为较早迄燃烧机了，迄烟都大，安尼也袂偷钱，你著一直吸着空气嘛，吸着烟嘛，你来进两边，啊，即卖是沿进偷钱，啊，排气管该用去后边，对不对？1836年，满国公法出来。因为这东西还在修啊，我的国家跟你的国家如果发生冲突，要怎么改变？要怎么解决这个问题？如果是人民呢？如果是军队呢？满国公法的公对啊，哦，自主之权嘛，定义法律之权嘛，哦，诸国平行之权嘛，交战条规，是不？那你讲我战争化的概念能不能出来？战争那点？我们国家跟国家不得已，因为利益冲突，我们要战争的。请问我要怎么战？我要向你宣战。那你讲我国际法，台湾民进会讲我国际法的根源，你家就是台湾民进会给你想出来呢？这是去有些历史脉络，你可以追寻到它的根。论怎么开始，敌国的交战之权，暂时局外之权，什么叫暂时局外之权？瑞士他占比中立国吗？因为澳洲在建军的时候，我中立嘛，中立的时候我不参与任何的立场嘛。那个瑞士最近打的联合国了，几当年，啊，好像也快十年了吧。加入联合国就表示没有中立这件事情，哇，论合约章程，打完之后要怎么签合约，啊，怎么签合约？1953年，日本才第一次看到西方的强而有力的黑船，有点不明啊。你说，日本人都可以不值得呢？你讲咩？你讲咩啥？敦煌攘夷啊！攘夷就是把这外国人踢出去了，踢出去国家了。啊，这时阵的多少钱呢？啊，咱外国多少钱？来，英国来啊！英国宣教师1865年抵达打狗港，什么是打狗港？高雄港啊！哦，打靠！1863年，辞别的未婚妻及亲人，经过140天，这个快要半年了嘞，对不对？快要半年了，然后抵达中国上海不久，前往英国的长老会的厦门宣教区学习和台湾通用的语言，就是咱这边咧讲的这种俄语，到达这边宣教。一来的时阵呢，被人家误会，但是呢，因为当时的识字率不高嘛，所以他医盲啊，医病盲的是文盲啊，所以推行白话字的时候，他挂共一个文字，医盲又医病。哇，就是这样，医盲又医病了，哦，跳下，一起，这马以先他是马雅克医师，他是医师啊，马以先毕业，爱丁堡大学，爱丁堡大学，爱丁堡 University。因为那是读足悬，阿会来咱家国际有名的学校呢，毕业阿直接来咱家服务，阿有会到四年。阿咱读足悬吼，咱家读足悬，拢去别人遐趁钱，阿个移民阿就无要来，嘛是到四啦，嘿，阿但是去遐趁钱，无同啊，哦。啊，马医生呢？伊去无款买一台，但是伊无时间去用一台。后来接续伊的巴克利，哦 ，Thomas Berkeley， 这个人，这个传教士，伊看，佮坐船啊，佮倒转去，倒去英国，佮学一台哪样？啊来印予咱看，甲咱教讲，你安怎写你的母语的话，
有人吗？你安怎写？安怎讲的？安怎写？安怎甲记录？所以是伊是安怎印刷？因为伊普及化嘛，教育要普及化，啊，你大家都拢了解。上早教咱读册是伊呢，毋是大仙呢，大仙是有钱人，到处去私塾读册呢。啊，去遐读册要创啥？要去做大仙的官。哦，啊，迄个时阵，我去山林头，咱拍打着，咱食，着咱活落去啊，我去读册创啥？对不对？来，1867年，美国有一台商船叫做罗巴号啦，啊招来咱家，啊伫南部啦，结果呢，去予咱出草啦，去予咱个出草，啊伊呢，美国人讲，哎，咱恁个人太大声，恁个台湾个人太反派，啊大声讲歹势啊，个国台版无限制伫阮家，结果呢，消极处理啊，较早无。1735年的时阵，这是法国人，法国人的航海队来这个西半部，他画了这一段这个地图。那为什么东半部没有？刚刚不是讲吗？那个西班牙来才画的。好、哦，18的时候，就是17的时候。啊，你注意看啊，他来这边，澎湖是他主要的，他是那个根据地的，因为。所谓的第一次所谓的侵霸战争底下发生的，所以这边的地图他很熟悉。你要战争，你一定要去掌管那个地理位置吧，要很熟悉吧。所以现在地理位置是就跑来的侵霸战争，法国对这边很熟悉，啊这边不熟悉，哦这边不熟悉，啊这是后来西班牙画的那个地图。因为我以前看到这个地图，我一直没有办法理解为什么台湾长这样。啊后来找到资料，哇原来是这样，因为在你还没到过的地方你没有办法画嘛，所以就像玩电嘛，你还没到的地方那个光不会打开嘛，那就看不到。啊后来的时候，哦原来以前的航海时代对未知的地方都是空白一片，但是你到的时候你用相对位置航海技术把它地图画出来。罗巴号事件呢，美国的派兵赶来了，被处理了。第二呢，美军成功登陆哦，成功登陆啊，但是呢，人遭台湾原住民突袭。啊，后来呢，麦肯吉上校李兰家战死，美军撤退，美国政府敢强硬，清就是大清帝国恐得罪美方，命台湾总兵。刘明登率兵500元，啊，这500元不得来，500元就是咱在地啊，咱在地没活动的，因为你来看官府，你就有通食啊，哦，咱在地嘛，啊，你也知影啊，你也知影一点啊，清大清帝国来这边的时候，你是去城，城那边去城。你没问好你的人啊，因为怕有风味嘛，啊你也知道风味什么人啊，那就是咱大家，咱就是风味。你想要去想回去，因为怕咱个台嘛，所以他是外来，大清帝国是外来，啊咱大家也个台，啊历史上人咧写，所以写风味，地方的风味就是咱大家，就是咱个台，因为你来你收我的地啊。你手过来摸啊，摸当然来抬，对不对？你看伊来有起声，荷兰人来嘛起声，西班牙人来嘛起声，伊这是伊的。日本人来起声无？日本人无起声，伊全面征服，这就是我的地啊！我全面征服，建构主权。这就是我的土地，我不能够抵消去控制你。从这个角度你来理解历史，就很清晰了，你就很清晰了。啊，所以你看，台湾原住民捍卫家园、顽强抵抗，这不是跟台湾族尔啊，在地平埔族、马卡道族、西
起来也无嘛，我三不理来再来。哦，啊，所以你看这件事情后来美国跟台湾组有签了一个合约，你们知道这件事情？不知道嘞。那美国的那个历史的那个博物馆里面，他们有这个记录。我上次是看到一个文章里面有写到，啊，那个合约我再来找找看有没有那个文件，那个都是很珍贵的文件，跟我们台湾有关系的。我们1867年就懂国际法，就知道要跟人家签合约了。荷兰来的时代，荷兰人来的时候，那土地在那边嘛有签契约呢。文兄，你甲伊往谷歌，你甲输入番仔客，番仔就是咱契约的客，番仔客。一边是写荷兰文，一边写希腊文，希腊文这边和伊那用单手号呢。那大概就知影讲条约这种契约这种东西了。这是中国来了，规个文明降低倒退，把给大清文明倒退，日本来就变起来，那把给中华民国搁倒退，把给中国就是倒退了，哦，就是倒退了。他咋有这种气球啊？跟军事用的呢？1875年、1886年就折替了，自由女神。哦，自由女神象征，已有七个光芒，象征七大洲。上面刻着7月4号独立日，哦，美国独立宣言，那个是拿独立宣言象征照亮全世界。这边有铁链断掉了，哦，这边有铁链断掉，表示脱离殖民了，脱离大英帝国的殖民，成为新而独立的一个美国独立的一个共和国。哦，好。那美国独立7月4号独立，脱离美大英帝国，所以7月4号是独立纪念日。那台湾人讲说，赖清德说台湾已经独立，它的名称叫中华民国。请问独立纪念日哪一天？台湾已经独立，它名字叫中华民国，独立纪念日哪一天？它是脱离哪里独立？这个问题哈，就像灯一样哈，一次给归的怪了。所以政治人物在讲，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，名字叫中华民国，骗子，骗人的，骗人的话术。就刚刚我的问题嘛，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，请问主权独立的国家，台湾的独立纪念日哪一天？印免出来，我跟你讲，不是印免出来的，是骨力壮大啊！啊，一点点呢，一点，骨力壮大。来，1832年有这个打电报，摩斯密码打电报啊 ，A 是几声，一长一短，一然或者是几长几短这样子 ，A 到 D 这样子，全世界通过了。这个是1941年的高雄的街道，我平整了。不睡了，一支在你上面来，点破条，你有无点会啊？点破条，我就来提示啊，你们，我等下来提示啊，一点破，一这卡了一有讯号，哦，有讯号，点破条，哦，还怕点破？它上面叫点破，它有码，它每一个字都有码，啊，就打，啊，传出去。他在和点回，和传真，他的个性和有信和，我的文字用一个信，用一个系统，把信和拍过，伊那个信和，那个来传这文字出来，这个是点和用。1850年台北的电缆断线，给它看起来啊。所以那个时候，你那美国在联合日本。打电报，那电位开电。1850年海底电缆，你想想看，海底电缆看起来，1850年咱台湾人在做啥？在做啥？在做啥？电缆，咱在拍打，咱在挂球啊，对不对？咱好，你主科，咱台湾人比啦。
但是天真无邪的生活也是一个好生活嘛，也是一个好生活。但是不得已，那个你家啊，这是整个欧亚大陆、欧亚非大陆、太平洋、大海洋的一个交通要道，我们很难免卷入列强的争夺战当中，很难免。啊，既然没有办法免除，那那建德爱跟其他喝的嘛，对不对？列强爱跟其他喝呀，啊，列强跟其他喝，中国、美国、日本、菲律宾、越南，首选什么人？首选当然嘛是美国，次要选可以选什么人？第二选当然嘛日本，这些都有关系，对不对？爱我啦，偏偏就是要选中国，太奇怪。哦，听懂我在讲啦？哦，英国世界语言，也中国语言，全世界四个人就有一个人讲中文，还怎样？还要点点刀？还主动点点刀呢？然后讲英文是全世界都会通的，还讲中文是点点刀的。来，1873年打出去出来，啊、哦。人口普查，1880年，台北当人口普查，加出21000亚的这个人口普查资料，你讲拿人口普查有啥物意义？有人讲无意义，那就是上古早的 database 啦，就是上古早的大数据啦。民国到尾这点建设，未来10年、30年、50年，伊要做啥物建设？伊在看伊即摆生偌侪囡仔，未来够有人去做遐个建设，伊较做遐个规划啦。咱有一个建设，按算50年要建好，50年后偌侪落岗，50年建好，咱敢算得出来？算得出来？歹势，咱即摆囡仔敢算得出来？算得出来。啊，算得出来是毋是要叫外口人来？即外口人来，是毋是咱个结构去改变，人口结构去改变？所以这点建设毋是讲哦。啊，大家想想，想想想想啊，钱该开了有啊？你知影开了，啥物人爽点，啥物人痛点，不同款的。1860到1880，很多现代化，原理论对部落式时代变成现代国家。啊，咱在1895年以后，第一点啊，咱才变现代国家。1899啊，何寡妇尔啊。1902，本来有线变无线。1899，共你当你动起个，你动啥啥物啥物货无？是台北啦，就是即摆台湾博物馆，好无？他在做纪念呢，有水无？咱来遮讲啊，有人讲啊，日本都殖民我们，殖民我们都去上水的，都去上好的，迄材料拢上好，爱当冻到今仔日。啊，你看啊，民国来，你看高屏大桥，2000年倒啊，2000年高屏大桥拆落迄个时阵，边仔的日本时代迄个铁路的桥咧，桥本还搁拆去啊。啊，你看什么款的？国家什么款的想法，决定什么款的格局，就是安尼。所以你有去参观，你有知道哪边是水？哦，啊，希腊式文化，希腊式的建筑，希腊式的建筑元素，好不？啊，这东西沿用欧美时代那些文化啊，那些艺术美学的东西，沿用到现在，沿用在我们的那个台湾这块岛上。你去看新店，会晓得。高雄买啥物旧的啊，旧的迄个啊，拢是这种物件。对，其他台湾那些辉煌的时代，还记得呢？74年前，1800年哦，啊，刚刚听到的。74年来，中华民国的这一群人，执政掌权的这群人，盖了几栋有名的建筑物。啊，74年来，这几间101是现代的。这几天，
迄个江开县，听没有 ？Memorial Hall， 有无？中正纪念堂，还是迄间尔啊？到其他，无啊吧？有啦，圆山大大饭店有无？圆山大饭店是甲人，你不是在圆山神社拍掉，人飞掉啊，人飞一间圆山大饭店，到当初无啊吧？啊，你甲看日本时代各州的酒厅、各州的武德殿、各州的神社，啊，中华民国内部拢也烧掉，拢用用海去，家长啊，水的嘛是，那茶的也烧掉，光山家头就是安尼烧去，连光山家头要转去新的家长的时阵，有的就开始，地方的领导讲啊，要保留无啊，是要用掉，要开发什么经济？啊，过无外久，伊就自然就烧掉啊！奇怪，日本时代的古迹都会自然，这就是内底啊，哦，这就是内底这种，你看伊就是希腊式的原的这种柱子，有无？有无？这是希腊建筑啊，这是希腊神殿哦，啊，这是台湾博物馆，有无？水吧？那是咱台湾。咱日本时代就有啦，啊，水啦，啊，这个金色的哇，你电话真的拢都水。对，建筑就是时代精神啦，伊包含思想啦、数学啦、理学啦，同个建筑物咯。啊，较早，互大家看较早迄个，就用四街路的相片，啊，甲你即摆去用是看迄街路的相片，无同款。美学、五美学感和美学感觉，都市规划啦，因为整个整体系的总体营造，那观念是无转换的。1887年，这基本全世界上快。1887年，250万基的顶啊，把这些顶啊，用7000磅的梯啊做起来，你也知道。这是数字呀，这背后表示国力、国家的力量。他搞明白了这几点。后来那个一上哦，那个什么美国的那个自由女神像的那个结构嘛，差不多是这种结构。哦，港区级的啦。我侵华战争啊，他搞吗？1883年、1885年侵华战争啊。哦，对啊。1885年3月29。3月30、3月31，攻占澎湖湖，啊，攻占什么意思？就是起来有在地，爱是爱上台啦。听话就是侵华战争，啊，其实嘛是侵华战争啊，叫做台化战争，要来盖台啊，清朝那有可能调兵，啊，这是男无群女无义的所在，你那有可能调兵？工业2.0开始有内燃机吼，啊有迄个发电机发明，啊莱特兄弟的开始发展，哦、往上飞了，人类想要飞的这个梦想往上飞了。所以一次大战的飞机吼，一次大战的飞机就是用双翼的，是用多翼的。啊，一次大战你注意看，你去看，一次大战中华民国伫遮呢，伊跟大日本帝国是朋友，是盟。盟军的，对吧？啊，这个德国你这样，奇怪，德国永远都是那个压迫宝的，对吧？都是压迫宝的。啊，这1931年的美军是用这种东西飞行器的，而且后来，对吧？1932年的美国城市就长这样了呢。1932年，你想想看，几年前？哦，美军啊，1933年啊，啊，这就是拜那个西而已，啊，就不一样，就无用，因为起码有在用高压电闸的电梯去修理。哦，第二次世界大战，我德国到了那边，我那个社会啊，啊，先运动，这个中华民国到了这边。啊，德国都厉害，德国两次大战都输，都拍了，啊，但是两次大战之后都变起来，有厉害了，伊拢是拍了都变起来，就是变作强了，
啊，中国是一直拍落来，都白起来，都拍落来，都白起来，啊，我家己拍落来，都白起来，有无？因为朝代就是家己拍落来，都白起来，拍落来，都白起来，别人来拍落来，啊，就是这点，就是别人来拍落来，就是安尼。二次大战的原因就是单一的，啊、哦，就是单一的。再来，还是有潮汐预测机、差分机、回流眼脉、潮汐预测机，整个科技发展到要想要。掌管整个地球啊，要知道地球整个生态系统、自然系统是怎么运作的，哦，那、啊、这个为什么会有这种发展？因为西方文明世界基督教的思想进入之后，基督教的教义里面有讲到，人类是受上帝托付要管理世界，所以你要管理世界，你要知道这个自然界的运作规则，所以科学的运用会在潮汐预测。台风的预测，天气气候的变化，他会去做预测。古时候能不能预测台风？不能啊！啊，咱看啥？台风潮啊，咱迄是咱的经验法则嘛。台风潮啊，是讲啥物货？海流安怎变？咱就讲哦，天气风来潮，啊，雨就到。啊，天诶，无时天也变红，啊，加上刚落风台啊，是讲对对刚落风台，咱就用迄种经验法则。啊，毋过外国有新诶。要那个发明很多机器放在哪里，然后说那个资讯，然后去做判断。所以本来不能预测台风嘛，啊，后来可以预测台风，对不对？啊，就把台风的另外预测变个比赛。日本判断从北台湾，美国判断从中台湾，中国判断到过台湾，直接进中国哦，这两个去预测路线。啊，就把的比赛变成卫星参数 ，BJ。地震我都预测了，慢慢的爱我，那两个地方震，啊，就冇人来预测啊。预测是预言啊，你哪个工作预测跟预言都预测的，你说科联选可能会怎么发展，或者是大概震度震央在哪里？啊，预言的你说某年某月某日，哦，外星人来了，点飞碟来，哦，那来要干，啊，那人当有改变，你就跟着预言了。预言的是大师啦，他预测是科学家，不一样啊。来，1945年，今天哦，二次大战啊，卖鱼啊，那西甲队都无搞。啊，怎样？今天因为你讲啊，一线的这个代志，男女不男，一线的这个代志，都怕嘞，哎，死足侪啦，啊，重点足艰苦。真的，本来是军部变军品呢、啊，大家拢好呀，拢好好好啊过，结果因为战争，大家拢做歹过。起码南美洲的呀，是讲非洲一寡国家是拢安尼嘛，内战啊，拍来拍去啊，拍过来十单，拢袂煞。啊，美国啊，美国川普啊，把迄个朝鲜啊，金正恩讲啊，伊来讲，唔卖个对立，发展平衡。啊，恁是较好过。咱南韩载歌载舞，全民有消费，有那个苹果手机。啊，恁北韩，刚才恁一个人有苹果手机，其他人拢无人苹果手机。啊，你讲你较健康吗？你坚持共产较好吗？坚持专制较好吗？啊，所以川普啊，讲恁发展经济卖发展核武，核武起来发展经济就好了。所以无同款的思维啦，哦。二战结束了吗？结束了吗？战事结束了，但是战争还没结束。战争一直在不同的形态在转变。冷战嘛是其中战争嘛，经济战嘛其中战争。所以你刚刚有结束吗？二战结束，大日本帝国变成。授权给日本国去签和平条约，结束了吗？中国有没有签？俄罗斯有没有签？啊，他们有没有参战？啊，有参战怎么没签？啊，没签算结束了吗？一起战争还要讨论的哦。啊，北方四岛算不算日本的？
还是算俄罗斯的，所以这都要透过法律，国际法律来解决。而且你讲你省我讲我省，啊、哦，1945年电脑时代，他大电脑规定一台电脑，规定半天一台电脑，啊，咱即卖是一支手机啊一台电脑。看这，这时代都无什么什么，都是网络啊。哦，网络是咱台湾好多啊，1999、2000年的时候开始有普遍学术网络，慢慢五 A 的网络，这时代都有了。思想决定文明差异，思想决定文明差异。所以呢，分别是因为伊的出身，还是有思想，还是什么？这个世界是啥物事？这个世界，咱所看到的后边有啥物意义？就是有一个形而上的世界，有没有一个真正的东西？那如果我们是在这世界，我们怎么样运用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物质、所有可以记录起来的这些知识，怎么这样运用它，会运用得更好、更有效率，对更多人会有更多的帮助？西方世界的思维，我跟你相拍，跟你战争，我不是要跟你消灭哦，我是要跟你征服的。征服了，咱签和平条约，阿贵和平相处。我不是要把你完全消灭，对。但是中国这一套，他不管这一套，他跟你打完之后，他完全征服之后，他要把你洗脑洗成他的样子，不一样。荷兰人来，我们讲荷兰话，但是我们母语在不在？在嘛？西班牙人来，母语在不在？在啊。大清帝国之后，我们的母语就改变了，改成我们说的人工合的为还是客家话，真正的平埔族的语言就消失掉了。日本人来，我们要不要讲国语？有啊，现在也有日本国语推行运动啊，要讲国语嘛。澳门母语有没有消失？没有呢，我们母语没有消失呢。如果消失，我们现在就不会讲客家话，不会讲所谓的合乐为啊。真正文明的帝国来，他不会把你这种东西摧毁掉。中华民国来，消失了没有？消失了啊！竟然学校还有母语课程，还用选修的，对不对？当一个东西变成教那个教育体系里面的基本科目，语言呢、啊，大概它就快死掉了，它快死掉了。所以思想精神决定文明差异，哲学思想、科学精神都直接追求利他，认识自己，认识自然，认识这自然背后主宰者，利他，帮助自己，帮助别人。西方思想的学内啊，所以学内的宣教士来要医病要医嘛？为什么？因为他在利他，他教你罗马字，有没有教你英文？没呢，伊是你台语安怎讲，伊就安怎甲写来，伊甲你帮他，你甲写来甲记来呢。因为用你的语言，用你的文化背景，用你所知道的这块土地的所有的知识。把它记录下来，成为你们当地自己族人的教材啊。所以，那个客家话不是有一句诶，哦，你来猪啊，猪种田，摸摸猪种眼，宁愿卖掉祖宗的田，也不要忘记祖宗的话。什么意思？地或者是东西都可以变卖，可以卖掉，也可以再赚回来的。可是祖宗的话是祖宗承传下来的经验，那个东西忘掉就没有了，你要重新来，你的经验要重新来啊。所以上面叫民族时间，当你的祖先已经开始把因未来的代志拢已经想好了，规矩拢定好啊，法律拢定好啊，因为家属就享享受迄个成果就好。因为即卖家属享受迄个成果，因就足侪时间在去思考遐物件，伊去足侪时间去思考未，搁较未来，为着因个未来的家属去思考新的物件。
变哪去发展？你跟苏克比来，哎，规则按哪去规定？所以有多少时间啊？因为有时间开卡车，开卡车好好唔起来，开迄个下咧爬领导诶，有无？啊，较早咱就讲溜冰鞋咯，那溜冰对不对？哎，佫有花式诶，佫会当翻跟斗啊，佫会当哦，佫出去绑安尼学袂溜诶，对无？但感觉伊做严重时间会太长啦，因为多生来辛苦的时间嘛。啊，咱就多生本来辛苦的时间嘛。那较早咱做啥？三环内去徛徛边逛好无？啊去洗嘛？啊你来会请人？恁家人多十个人，你洗一摆衫要偌久？啊，你洗一摆衫偌久？我毋免三两天啊，两点钟，徛一徛一呢，对不对？啊，今仔日红太天诶，你免洗。啊，人是发展洗衫机有无？好电视，啊电视嘞，三块六块。你去三点钟是唔翕个？你三点钟在做啥个？做啥事哦？所以人是拢去看时间，啊咱拢看时间。所以美国时间咱咱明白代志个，就是因为过去美军来咱台湾的时阵，咱看美军唔是干战争尔，伊平常是翕个时阵，伊会做一寡。休闲娱乐，那你干嘛讲？哎，有些休闲娱乐，那些时间都做，我谈个休闲娱乐。你看，美军的休闲娱乐，伊唔是身在那管理，你平常的训练是很有素的。哦，所以作为民间，其实时间有关系。哦，作为民间，你看时间。未来需要哪些呢？观点，还是讲你的视野，还有哪方方法？专求民意的民意。面临的迄个课题啦，全世界面临的课题。澳洲的人、纽西兰的人来到咱这看，咱海边是做啥？做些塑胶料，把迄塑胶料变开做鞋啊。啊，咱家己有啊，搞这些。可爱外国的人来，哎，讲这个土地做好多水啊，有海花多水，有山有溪啊多水，啊，出来保护这个所在，啊，咱家己人。甚至海边，咱西海岸有足济塑胶料，竟然是为中国，为中国遐流流过来。搁有遐西迪亚哦，西迪亚就咧流一金嘛。啊，我看到对，即摆看到海边西迪亚都当去中国。中国吼，人卖做歹代志就偷笑啊，真正是偷笑。来，机器人的时代，未来机器人，不是干那单纯机器人尔嘞，伊有智能嘞，有智能嘞，以后人甲机器会甲结合在一起，以后的战争拢是用派机器人，你安怎办？人拢在发展机器人，你安怎办？拍袂赢，啊，是安怎要发展机器人？是咱后面要发展机器人，因为感觉人的生命是上界重要、上界价值的。你若日本迄个核灾有无？伊派机器人去去抢救啦，伊卖人去啦。啊，咱日本是迄种，迄种什么个？武士道精神作用的。不紧，不要紧，我死也要紧，有无？所以咱就去救啦，咱就种过去。啊！人伊讲是啊，咱人卖去，真正无法度，咱就派机器人去。机器人，真正派机器人。啊，中国毋是，中国啊，我派人，反正不要紧。啊，中国我派人，派囡仔，派查某来掏钱，啊，看你敢敢搬无？伊利用对方的人性，哦，极端气候有无？极端气候啊！你看，你老板是用下条的，伊咧过客就拢变变死，诶，玻璃变死，有无？伊啊规地变死，垃圾袋，全世界有足侪垃圾袋，哦，有垃圾全窝，啊，即摆足侪海鞍啊、鱼啊、海椒啊，拢食到迄种粪扫啊、细菌，所以足侪澳洲咧发展这个问题，
澳洲、美国的人啊，欧美的人拢咧解决下来。啊，咱台湾哦，自透早到英南啊，新闻拢咧报，啥物人要选总统啊？选举来去台湾。哦，哎，我的时间到几点了？对啊，然后你看务实吸管，有无？有无？这是啥物货？这是咧铝罐的一种套圈啦，吼。有无？这鱼啊，食赖蛋，鸟啊，食赖蛋，瓶盖有无？北极龙冰，最近讲啥物？迄个俄罗斯遐一边有啦，有迄个看到迄个北极熊跑到伊人的村庄。啊，因为拢无得去啊，当然在人村庄找食啊。哦，北极龙冰1949年，北极熊咧，即摆2012年安尼。啊，微米2.5微米 PM 2.5圈，有无？全世界安尼走，有无？所以咱即摆面临的问题，毋是干焦糊问题，是全世界问题。啊，当然焦糊迄产生真侪问题啦。哦，迄国个啦，泰国个啦，啥物货？啊，伊遐人敢若马上标记，变成伊经常伫咧训练啦。哦，但是咱爱防止真个，啊，问题是你这边咧防止。所以，若无透过国际力量、军事力量去制裁啊，去控制吼，迄个真正甲西方、甲东方的文明的思想无共款啊。西方是你好，不、我好，你嘛爱好，咱较会社会好，哦。啊，东方毋是哦，我好就好，其他我毋管别人好毋好。啊，但是啊，你好就好，别人无好嘛会看到你呢。咱袂当讲独占其身，讲台湾好就好。对，中国需要改变，啊，台湾。